哎，先别进去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，在房间里。还有惊喜？嗯哼。我就看看。有点心理准备啊。什么惊喜啊？当当当当！今天是大床房，我没订双床。对呀、啊，你怎么不订双床房啊？那还不是之前我订双床房，你还是要跟我挤到一个床上，那挤死了，把我挤到地上了都。恐怕不是吧？那还能因为啥？呀，这个也太舒服了。不是你至于吗你？你订个大床房这么开心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两天跟你妈妈住一起，就有那么一点点放不开。现在我自由了，我的封印解除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一会儿我们去泡温泉啊！我买了一件很性感的泳衣啊！我去上面。别别别别！我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，七点钟要上山呢。你没事不耽误，明天早上叫你起来。哎，不是你干啥？你疯了？你这么开心干什么？